周总吃火锅要沾麻酱，你这个麻酱能吃吗？我说的是芝麻酱哈，你还得先到芝麻。你这叫芝麻？哦，没点常识。喏，这个才是芝麻。我让你给周总煎几个蛋，就整一个怎么够吃啊？这里是十个，这不就一个吗？哪来的十？哎呦我的妈！你这蛋也太小了，怎么煎呢？来啦！One bar then. Siri, 和平围墙基金用英语怎么说？ Peace wall fund. 领导，你妆都花了，用这个 YSL 气垫补一下吧。气垫怎么火了？你怎么买到的？去德物买的呀，热门的化妆品上面都有，价格也很划算。我这个比专柜便宜200多呢。现在我评论区也有优惠。Hi Siri， 领带、烘焙、锋利、条、靴、膝盖、短、无、哈、大胆的、长，用英语怎么说 ？I bake sharp lotion, be short, not she boldly long。哦，还会唱歌啊？哦，彩粉下了雪，你说那是宝丽龙？叶蛋叶的配色。也不配黄绿红，叮叮当。赶紧给周总整点取暖的东西来。嗯。不，对不起啊，我刚刚开的是冷风。这样周总都感冒了，赶快给他弄点快速变暖的东西啊。周总，够不够暖？走。你再这么折腾，周总。工资别想要了。周总，暖和吗？嗯，不错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老罗推荐的云敏踢脚线啊，5秒钟就能让房间变暖。给周总整点烧烤，别让他饿着了。你们谁看过我暖脚踢脚线啊？又对着我全身吹。有这么夸张吗？吹个空调风而已。有那么大？救命！搞错了，你们开错空调了。我们的办公室啊，新装了一台空调，与你全力风更调。它是上下左右四面送风，避免空调风直吹你的颜值，完全长到了审美上。王董，一会儿过来吃饭，顺便把合同签了吧。签合同可以，吃饭就算了。最近肠胃不好，吃啥拉啥，很不正常。那你去死吧。Love isn't the best place to find a lover, so far is where I go. 找什么呀？火龙果呢？我的火龙果呢？周总，你是不是偷吃我火龙果了？你怎么能怀疑周总呢？怎么能是周总偷吃的呢？杀！那我巧克力呢？你看，周总脸上都没有巧克力，肯定就不是他吃的，是吧，周总？
Aussi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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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ar。你这坠动是什么？不就伸手就来呀。当喂鸟啊！那就整一盆吧。喂鸡虾、鲍鱼、阳澄湖大闸蟹，救命！救命！鲜活鲈鱼，你不要过来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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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东海王八，救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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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格局太小了，请你们把格局打开，把格局打开。周总要吃水果，你整这些歪瓜裂枣是什么意思啊？狗都嫌弃。咦，你就不能整点好看的？惊呆了老铁，这是什么表演？从来没见过，算是让我开了眼。到底花了多少时间才敢这样冒险？我佩服你，喜欢你这种表演。就水果，能不能来点肉啊？这么丑的猪蹄让猪人怎么吃？他们说太厉害，就是太有能耐，不用炫技就能这样让人疼爱。你别笑，哎，王总，你们的 PPT 改好了吗？我还有三十分钟就到了，快，他吃饭家伙。我是说拿电脑，主机呢？我正在煮啊。字体，哎，我这颜色要调一下。哎呀！Thank you.